桃园艺术界一年一度的盛会2024桃园美术家邀请展16日正式展开，今年以东方媒材类为主题，邀请148位艺术家共同展出。从2000年开始，我们桃园市每年都办理这个美术家的邀请展，今年已经步入第24年。今年参展我们邀请了超过140位美术家艺术家，展现以东方艺术的方向为主题，美不胜收。汇集四类东方媒材创作，有笔走龙蛇的书法，书法家将生肖字源以八书体整合，十分壮观。精雕细琢的篆刻，透过方寸空间，展现艺术家对艺术的种种观点。气韵生动的水墨，呈现出孔雀的优雅及长尾上清脆发光的圆纹。高雅细致的胶彩，玉山造景，描绘宏观大气。细腻生动的兔子，也展现胶彩技法的细致。它所占用的是东方的一个美学，但它的材料最重要的是它都用矿物质颜料，整个作品呢，它会有一个质感，这个质感呢，是你必须很亲近去看它，才能够看出它的美的一个散发。开幕首日也透过市集、艺术家与民众互动交流，各项体验活动透过实作感受创作趣味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天心、张年杰，台湾桃园采访报道。